看看是不是很为难，为难了评审们，辛苦了，你们应该头发都白了不少吧，好不好？那我其实我有点私心啊，你哦，你很私心，我希望哦，我心不会当丢了。那我也有私心啊，我希望我女儿得啊。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太难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哈，还是以这个为准，对，以这个为准，好不好？啊，哎。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茶经李信，演技收放自如，将一代名伶的身段顺利平凡完美呈现，让人拍案叫绝。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，入围的有王大姐、于子玉，《俗女养成记二》，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就这样子吗？王真玲，《四楼的天堂》，行者影像文化有限公司。我爱你。你看，李信，茶经。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我换件衣服。陈廷妮，《火神的眼泪》，东后鸟电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。请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他们把我丢在路边。刘品言，《华灯初上》，百裕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。我一定把你讨回来！不要在那边跟我们握手，两颗。谢琼轩。华灯初上，百裕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。陪你们聊天，我已经很有耐性了。你看看是不是很为难？为难了评审们，辛苦了。你们应该头发都白了不少吧？好不好？那我其实我有点私心啊。你哦，你很私心。我希望哦，我心不会当丢了。我也有私心啊，我希望我女儿得啊。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太难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哈，还是以这个为准，对，以这个为准，好不好？啊。哎，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茶经李信。演技收放自如，将一代名伶的身段顺利。平凡完美呈现，让人拍案叫绝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冷静。谢谢金钟奖，谢谢评审。谢谢公视，谢谢客台，谢谢汉草，谢谢汤哥，谢谢青云姐，谢谢依里姐，谢谢茶经整个剧组，谢谢茶经每一个人。我对于可以参与这出戏，我可以成为你们大家的一份子，我非常非常骄傲。谢谢君阳导演，谢谢你相信我，谢谢我在戏里面对手戏最多的温升豪先生，还有黄建伟先生。我要非常特别的感谢建伟在整个过程之中给我的帮助，他给我的灵感，他给我的建构，我的金句是他创造出来的。他今天就是不在这边，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会非常非常为我开心。谢谢建伟。
然后我要谢谢我的京剧老师郭敏芳老师还有雅娟，谢谢我的京剧老师是你们，然后你们让我在学京剧的路上压力没有那么的大，然后也是你们一直鼓励我，让我相信我好像是真的做得到的，然后我就真的做到了，谢谢。再来我要谢谢我前经纪公司白鸿阳娱乐，谢谢苗姐，谢谢姐姐，谢谢怡璇，谢谢我的前经纪人王君琪，因为查经的整个过程是你陪着我，我所有的压力我的辛苦你是最知道你最清楚最了解的，他今天没有在现场因为他也七天了，所以祝他早日康复，然后我谢谢你，非常谢谢你，我爱你。然后再来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谢谢我的妈妈，我的妹妹，我的外婆，对不起我的任性让你们就是要必须要一直包容我，我的脾气我的情绪我不会改，麻烦你们继续包容我。好，我知道我严重超时了，但是就是我还是有一些我感谢已经讲完了，然后我接下来要对不起我感谢还没讲完，我要谢谢我的朋友，然后现在电视机前面他们已经疯了，然后我现在经纪公司一零娱乐，我今天的团队，然后谢谢喜欢看我演戏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些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让我讲完这样子，谢谢。然后我觉得反正我在很多个访问都已经说过，如果我不当演员的话，其实做什么对我来说都没有差别，因为那对我来说都不会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。可是当了一个演员，我才知道你除了要会演戏之外，你其实要会非常非常多其他的事情，除了你必须要学会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这辈子需要学会的技能之外，更多的是关于内心，你要学习善良乐观坚强柔软开放这些很棒的特质，但是偏偏这个行业很容易让这些美好消磨殆尽，这不是任何人的错，我不是在怪罪谁，这就是我在陈述一个现况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希望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要继续用力的相信，以及所有的观众，我们需要你们的理解，需要你们的支持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做我们非常非常热爱的事情，然后非常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得到，可以看得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期许我们的未来可以有更合理的工时，更合理的薪资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，更精密专业的分工，我们可以有更开创更勇敢的思维，以及可以有更多来自各方的资源，让我们可以做我们更想一直以来很热爱很相信的事情。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人进步一点点，对这个产业都会是非常巨大而且正向推进的能量，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个，大家一起相信一起努力。好，最后真的是最后了，我要感谢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，我一直以来都很努力，我一直以来都相信着我自己，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，继续相信我自己。我是李信，谢谢大家。